各位家人们，大家好，展慧啊，今天要教大家这个理想混蛋的这个五角仙的梦的前奏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和弦是 F 和弦，要在 F。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大拇指拨第四弦跟音，然后泛音的动作。那右手食指是点在第一弦第十二琴格，右侧的铜条，然后这个小拇指去帮忙拨弦，好，小拇指帮忙拨弦，然后出现这个声音。那接下来大拇指同时拨第四弦，所以是这个动作。哦，对。好，接下来拨到右手食指点第三弦的第十四格，好，右手。好，接下来这时候变大拇指和食指，然后再拨第一弦是十二格，然后拨第二弦的第十三，就这个动作是这样，要注意哦。好，然后这样拨，哦，这个样，这个样子，好，食指去点，好，这个点的面积越小越声音越亮，然后大拇指可以拨大一点，或者小拇指拨大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压着G和弦，然后接下来。然后去拨第六弦，然后这时候发音是食指和小拇指，食指在第二弦第十五个，然后右侧发音，所以就这样，我拨下去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再去E嘛，来我弹第六弦，然后接下来食指点第三弦十二个，又小拇指拨弦，好，好拨第六弦，然后接下来右手放第大拇指和食指放这个第四弦第十四个，然后接下来。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放第三弦高弦，然后做垂弦，左手小中指垂第三，左手中指垂第三弦第二个，然后接下来放第二弦高弦音，然后接下来是 A minor， 然后大拇指弹第五弦高弦音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放同时放这个第二弦的第十三个，好，只要有大拇指出现的同时，我就食指和小拇指去处理，好这个动作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。手拉手，好，这时候先放这个第二弦、第三弦的高弦音，我要做一个垂弦，好，就这样，手拉手，好，再放，手拉手，好，这拉是用左手中指去垂第三弦第二个，好，接下来压着 F， 又是 F 了，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我们弹，第大拇指弹第四弦，然后放第二弦的第十三格，所以是，好，有发音，好，接下来弹。食指放第三弦的第十四琴格，然后第一弦的十二格，那接下来开始G和弦，然后我们放第二弦的第十，然后大拇指弹根音，然后放第二弦十二个，同时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去左手食指放在第二弦的第一个，右手食指放在第二弦的十三个，然后泛音，好，接下来C和弦泛音，大拇指弹第五弦，然后接下来右手放第二弦的第十三琴格。就讲到这个东西乘以二，那你可以看着我的谱，最主要是要训练这个食指点的位置，还有小拇指去拨弦，或是无名指拨弦，以及大拇指同时拨弦的这个动作。好，这要练一下，根音，然后泛音，好，好，食指点那个点，小拇指去拨弦，哦，这个比较难。好，再来，所以就这样，好，G和弦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这个逻辑，用 bass 音再加泛音，好，那另外一些时间都是用食指再加大拇指泛就可以了，哦，假设没 bass 音的时候，就大拇指和食指，就这样，加油，好好练，拜拜。你还有多少梦没做？有人说生命像河流，那曾经在意的在幻也在曲折，已随时间流走，是不是可以重来过？前方还有人在等我，那胆怯和懦弱像后面的慢动作，早已赶不上。